拿一下我们的 OK， 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我们拿一下产品，好好，中间，好，中间，好，来中间 ，OK， 来，我们中间站那个，好，我们右边这边再一个，来右边，好，左边，左边，哇，媒体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，好，来，我们再看我们中间，好，中间，中间，好，左边。OK， 右边，好，来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可以换一下，我们拿一下我们的，好，来，我们拿一下我们的，我摇摇 ，OK， 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摇摇保湿洗肌水，同时呢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前面摄影大哥，有需要眼神一样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，先从中间的摄影大哥，中间，好，然后右边，右边，好，左边。左边，好，那我们在这边也要邀请我们碧儿泉 Brothers 的品牌经理林建林 Eliza 呢，来到舞台上，一样拿着我们的洗洁水，跟我们巧巧一起来合影留念。好，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一样，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中间，中间的摄影大哥，好，中间，好，中间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右边，好 ，OK， 我们再看左边。左边，好，我们再最后看回中间哦，中间，来中间哦，中间，中间的摄影大哥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将我们的碧儿泉洗肌活颜肌目呢，先稍微先收起来一下，然后我们让我们的长官再跟我们的小乔一起来合影留念。好，我们一样看一下前面摄影大哥，好，来看一下中间，中间的摄影大哥，好，中间，好，右边，右边哦。有举手，然后我们再看左边，左边，好，我们最后再一次哦，最后看我们中间，中间的摄影大哥，中间哦，好，来，两位看一下中间，中间黑色衣服戴眼镜，好，再一次非常谢谢我们的朋友们，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台长，谢谢，那我们也再次非常欢迎我们巧巧来到现场，我想在今天，好，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呢，可以邀请到我们巧巧在这边。那我们也请巧巧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好，现场的所有媒体朋友，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谢谢大家一起来参加碧儿泉的新品活动。然后大家是辛苦了，很热，真的对。但是你看，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哦。提醒大家，其实我们媒体朋友，我们袋子里面都有水哦，所以大家补充、水都喝水，对，要补充一下水分。那我们旁边的朋友也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水分。对，那其实在这边呢，我想要问一下巧巧，就是听说你其实之前就是我们碧儿泉的粉丝，对对 对， 对，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开启了你跟我们碧儿泉的缘分？其实我很幸运啦，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对保养蛮有一套，是，其实因为我出道的早，所以我开始理解保养也就早，对，我的第一个彩妆师推荐我的整组的保养品就是碧儿泉，哦，是哦，对，所以他很有眼光，我很早就跟碧儿泉结缘，是，而且你要感谢耶，对，对，他真的是你的天使，你的贵人，对，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也是要矫正一下，有的人很想要美白啊，是，有的人很想要很亮啊，对，可是其实所有保养的关键就是保湿，对，没有错，只要够保湿，其实皮肤就会自己的发亮，对，没错。讲到亮这一点啊，听说你还因为我们碧儿泉为国争光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很厉害，为国争光。这个 slogan 是你们想出来，但是想得真好，真的吗？是吗？怎么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大家很想知道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最早开始使用碧儿泉的时候，还没有奇迹活源精露，是，对不对？然后是大约我在4-5年前第一次使用奇迹活源精露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湿敷的效果非常的好，对，我就到西班牙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带去了，然后当地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是，天哪，你的皮肤像陶瓷一样。哎，我跟你讲是真的，我现在离你是真的啦，是真的，而且我现在离你那么近，我真的觉得很夸张。谢谢谢谢。对，你看我明明就已经汗流浃背到一个极致，但你的现在的妆，然后你的皮肤状态都是这么好，蛮贴的哈。对，真的就是一个陶瓷娃娃。
有褒扬有差，真的真的，哎，真的是为国争光，哎，真的从里到外。就是我觉得那已经不只是台湾人，就是外国人看到都会觉得，哎，你皮肤，因为皮肤好的人其实很多，是，可是妆可以真的很贴，而且是透亮，我觉得那又是进阶版。对，哎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摄影师要我们往后退，因为你太近的话，因为脸会爆掉，对，你的脸这样太光了，因为太亮，所以脸会爆掉，所以一定要往里往后退一点点。我现在终于了解了哦。那其实我也很想要了解，因为像今天我们主要活动就是要告诉大家，这一瓶呢就是瑶瑶保湿奇迹水。嗯，可是大家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叫它是瑶瑶呢？它到底是怎样在摇？我们是要边跳舞边摇边用它吗？基本上你想怎么摇都可以。哦，真的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工作人员有特别拿来我们这个，你这衣服也很不错哎。哎，真的有在每天都有在摇，对不对？在湿敷哦，有在湿敷。是，那它到底是怎么样要来摇它呢？对，其实瑶瑶奇迹保湿水又是它的一个别名，对，一个绰号，就是因为要提醒大家，好的保养品也要有正确的使用方法。是，所以说大家拿到这一瓶的时候，哎，不要就直接打开来擦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白色的粉末。对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独家经典的成分奇迹活原因子。没错，对，也就是高浓度的保湿的精华。是，所以说要开始用之前，你就可以先把它很彻底的正面反面，让它可以精华液可以整个混合在一起。对对。然后混合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打开来滴在手上，是6到8滴，其实很随性啦，看你觉得保湿的状况要多么的加强，对，多么的加强。然后双手把它抹匀之后，轻拍在脸上，这样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吸收了。哦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摇一摇神保湿，拍一拍就是亮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大家刚刚有做好笔记哦，刚刚乔乔教大家的如何我们可以为国争光，如何拍照脸会过曝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其实听说，因为瑶瑶已经有帮我们碧尔泉，然后也帮我们的这个瑶瑶保湿奇迹水有拍了广告。听说在这一次广告当中，你还跟碧尔泉编了一个瑶瑶保湿舞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就想要给大家一些口诀，用一个轻松的方式，大家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正确使用。好，那我们广告呢，在正式曝光之前，今天我们就小小的透露一下一点小舞蹈给大家看。好啊好啊，一点点小动作。小动作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小乔来帮我们示范他的碧尔泉摇摇保湿舞。我摇摇水水，我摇摇水水，保湿是女生最 fashion 的运动。哇，好可爱！而且我告诉你，这句话超级洗脑，非常。对，我刚刚其实都已经背起来了。我摇摇，我摇摇保湿，我摇摇水水，我摇摇水水，我摇摇水水，保湿是女生最 fashion 的运动。对，真的，大家都要把它背起来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接下来会不会记那个 P P A P 之后，最大家最洗脑的歌？希望我们可以时尚一点，不要那么搞笑。哦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可以。没有，所以才要这样，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很怕说那样子太搞笑，会有违我们自己的这个有没有形象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可以既可爱，像乔乔一样这么样的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可以跳这样的舞，然后我们就有很多女孩子，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有蛮多少女。对，主要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，是我不会说自己皮肤越来越好，然后都不跟人家讲。对，我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不论这个口诀，然后把这个方法记住，你的皮肤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好，那。所以既然呢，接下来有这么多少女应该都会开始跟着你学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几个分解动作？好，刚刚的我要要，我摇摇水水，我要要水水，对对对，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。一开始是我摇摇，搭配小舞蹈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要看一下一开始的分解动作。就是我可以把它整个这样，哦，整个倒过来，是，然后摇个几下，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要说保湿是女生要拍的？对，就是因为轻拍是最好的吸收方法，是，所以就会保湿是女生最 fashion 的运动。好，我们有是不是媒体朋友们想要拍一下照片，对不对？有需要拍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来拍第一个好了，来。我摇摇水水，我要要水水，要看左边，左边是好，中间摇摇，因为我们摇摇保湿奇迹水一定要摇匀，所以我们的奇迹活原因子精华粉末才可以把它摇匀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就是
保湿是女生最 fashion 的运动。刚刚我们巧巧有讲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摇完之后，你要用拍的轻拍的方式，才可以把我们整个精华拍到我们的肌肤里头，就可以拍出非常有水嫩光泽的肌肤。好，再看回中间。对，我摇摇水水，我摇摇水水，保湿是女生最该选的运动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我们也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巧巧来为我们示范。那么在今天的活动当中，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五位幸运的粉丝朋友们，会跟我们巧巧一起来合影留念。那我们现在也邀请我们的粉丝朋友哦，一起来到舞台上跟我们巧巧一起来合影好吗？好，来。非常谢谢，这是第一位可以跟我们的猎犬守卫保湿大使，希望呢你也可以好来，你要让我们的小心小心好啊，来来来，好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摄影大哥拍一下照片。好，这是第一位，好，第一位，好，然后谢谢，恭喜你。然后我们第二位幸运的粉丝，第二位来，好，我们粉丝朋友们应该回去就会学了哈，有回去会把舞学起来，要哈，要 copy 哦哈。好，看一下前面，好，我们刚刚第二位粉丝朋友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拍，好来，好看一下前面，前面哈 ，OK。来看一下前面摄影大哥，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拍立得，来，好，二三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再次哦，来来再次看一下前面，好，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第三位粉丝就是亮，好，这首歌呢我相信非常的洗脑，接下来大家应该都会唱了哈。要摇摇水水，只要使用我们的摇摇保湿奇迹水，让你可以水水。好，摇一摇神保湿，拍一拍就是亮。好，我们第四位，接下来这一位，来。好。就是好。OK， 好，接下来还有这一位哦。OK， 我们再一次非常谢谢。好，来我们最后一位，这位粉丝。好，来 ，OK， 你要看一下我们前面哦。大家粉丝回去一定要把这个舞好好学起来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看一下我们这位，等一下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我们前面摄影大哥，耶、yeah ！好的，我们呢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们的巧巧，那我们摄影大哥刚刚挂，再补拍一下后面是不是？好。好，来这边试试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我们最后再给摄影大哥稍微补拍一下画面哈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前面摄影大哥，有需要眼神手可以稍微举一下哦。好，来看一下前面，好，然后右边的摄影大哥，左边，好，前面，好，中间摄影大哥，好，我们好，最后了，最后再次非常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我们所有的美女朋友们，谢谢我们，先请我们小乔先稍作休息哦，休息。